主料盐水面，辅料芝麻酱、盐、糖、油炸辣椒、花椒油、生抽、醋、胡椒、蒜泥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超市买的热干面，入温水焯一下，这个本身就是熟的，所以只要洗个澡就捞出沥干，把上面所有的调料根据自己的口味调匀，浇在面条上，拌匀了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